词。首先，让我们一起欣赏毕业生所带来的毕业短句。回忆起三年前刚进入桃子角，接着他们升上八年级，回忆起格宿露营。五六七八，哔哔哔哔哔，有嘞有嘞有嘞有。终于，他们通过了机测的考验，也如愿考上心中的第一志愿。让我们去报道吧！耶！